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小丽学吉他的第七课。大家好，本节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学到的内容。我们都是好孩子，自己来弹唱一下。现在开始吧。好吧，我还是从前奏开始啊。最好完整一点。大白老师，你给我个速度吧。这首歌是这样弹的，对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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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我速度太慢了，总是气儿跟不上。是以后再检查的时候尽量中间保持别停，就是词，还把词记熟的话，你可能你把这个精力注重在看左手上面好很多。我刚刚一直在看歌词，是吗？对，你就是来回再看，来回再看就总会分心。不看歌词，然后看左手，最好全都记下来。谱子对，这个下去还需要练，因为你没有完整的就把它连着弹下来，基本上是弹下来了。主要是，这一首歌呢，学了这个小横按，这个小横按还是需要，有一点分散你的这个精力，对吧？特别的会，不是特别理想。下去继续练这首歌，然后今天再学新歌，好不好？学这首。龙卷风啊，这首歌呢也是之前在网站上看有些朋友呢留言想要我们来出这首歌。这首歌呢就用到小丽学吉他上面，然后这个质谱已经完成了。首先我先来伴奏，然后你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唱歌词就是你来唱我来弹。这首歌呢就是C 调啊，周杰伦呢原曲是 A 调，然后我们用 C 调，女生比男生要高一些，这个调也不是很累。如果说是学习的朋友呢，觉得唱 C 调，觉得有点低，你想高一点唱呢，你可以夹变调夹，夹一品，然后还用 C 调指法，这个学习呢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用 C 调，我们来唱一下这首歌，看一下这首歌的谱，试试啊。
还是跑调了。没有没有，还行，主要这个字太多了，换气换气还是要熟练一下。没没，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这首歌吧，它这个字太多，然后呢，换气非常少，这个唱歌部分估计也得练习，因为我不唱歌，可能我也不太习惯。你下去就是练这首歌弹的时候呢，你平时你再练唱，你再感觉一下，就是在什么地方换气比较合理。刚才呢可能是换气，因为自己没唱过，听过没唱过，但是你可能不熟，差一点就那个气就不够了，是吧？对，好几个地方都是差一点就不够了。嗯，这个唱呢可以慢慢练。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吉他的这个部分。刚才呢我给你伴奏时候我也没太看这个谱子，个别的呢实际上跟乐谱上面有点不同，我们以乐谱为准，比如这个开始呢，这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歌用了哪些和弦，好不好？嗯，C 和弦你已经知道了，对吧？然后这种分解的 AM 和弦，对吧？这个拿掉。AM 和弦也学过，对吧？还有就是这个 F 大七的挂二和弦也学过，对不对？也学过，以前的歌有过。四弦三品，是不是这个也学过？好像宝贝里面有，是吧？应该是有，应该是学过。然后 G 挂四，一定要学会用弦。还行，还行。弹一下，快出声，弹一下。嗯，还可以，就是你再弹那个二弦，都弹二弦，还可以。那个，然后是G和弦，这个挂四，G挂四以后，然后G和弦，这个都学过啊。嗯，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 EM7 和弦，这个和弦这个指弦不知道之前学过没有。EM7 啊，对，是这 样对对，是这样。我没有这个，我没有太印象啊。这个弹四弦做根音。嗯，我看一下啊，还有这个 DM7，不是，DM7 刚才那个我们都是好孩子，你也在弹这个，你在用，怎么忘了？小横按吗？不是 AM 吗？ DM7 我是说。对啊，上一首歌学的这个。嗯，下面呢要讲一个你应该没学过的和弦，这个是在这首歌里面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和弦，是这样按的。这个和弦呢，是这和弦的名字叫做 F， 这个打印有点小啊 ，FM 六，大七和弦，这个有个大七度，就是 FM 的应该是，如果从和弦原理上来讲呢，是 F 的小大七和弦，然后加六音，就是你不用理解那么复杂，就是我跟你说怎么按。四弦的三品，按下，用无名指，三指，哎，对，然后小指二弦三品，食指是，食指是三弦一品，这个应该是有难度，就应该说是不是？没有呀。就这样了，来，你弹一下我听。没有难度呀。呀，有难度呀。都想。但是小指一定要锻炼，说明一下，小丽左手小指缺乏锻炼，以后要一定要改过来啊！不建议大家像小丽这样的指法。那我也这样吧。我是好孩子。对，你上一首歌还我们都是好孩子，好孩子听话。对，就是这个和弦，
这个和弦呢要记住，弹的根音是四弦。听，其实挺好听的。我给你，这在哪里呢？啊，我看一下啊。啊哒哒，在这里啊。之前我先从之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挺好听的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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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啊，这几个和弦，然后呢，我们学一下右手的音型。音型对于你来说，右手是比较简单的，应该是。也是我在教学里面很常见的这种分级和弦的这种编配，就是 T 一二三，同时 T 一二三一 T 一，我这样说就是二三指是同时的，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你二三指如果是同时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两个手指，二三手指把它们贴在一起，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一直都贴着。对，就这种音型。然后你感觉拨这个一二琴弦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就是感觉到更容易？就是也不要刻意贴很紧，就他们两个感觉是一体的，对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说 T 一二一 T 一二一，我说二的时候是有三的。这个，然后下一个呢是 AMG， 这个是一个小节，四个拍子，在这个 T 一二三一，这个有两个在一个小节里面，一二三四，这是第二拍和第三、第四拍是一样的，然后呢，下一个是 AMG 和弦，只按住二弦一品这种，根音还是在五弦。然后你连起来弹这两个和弦，那只用松开这个手指就可以了。再连起来看，别犹豫。我还是不能看右手，我还是在看右手。你就不用看右手。别犹豫，再来。对，就这样。我数一二三四，你再来啊。来，我给你弹主旋律，试一下。一二三四。对，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要连起来。自己唱的时候可能你弹方面就更要熟练。就然后呢是下一个，这个和弦你也学过，试试这三个和弦连起来一起弹。我给你先示范一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看第一个是这样，这样，对，这样，这样，对，就是这样的。再来啊，就这几个和弦，那个就前几个小节就食指一直没动啊。对，这个食指没动。再来，一二三四，没事。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新学的这个和弦来配的这首歌呢，下一个这个食指还是没动，还是没动吧？食指可以不动，对，对的，对的，食指可以不动。这首歌，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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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指换弦了，换哪里去了？换这里去了，对，换弦了，还是一品，但换琴弦了啊。这个指甲好像稍稍要剪一点，容易顶住指板。然后呢，这首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实际上你应该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因为这个弹的部分呢音型都比较固定，就是和弦的变化，四的拍子这样一个情况。我看速度呢大概每分钟是71拍，四拍 C 调，
你可以尝试一下，唱前面两个小节，感受一下。歌词是：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试一下，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就试一下。啊，自己弹唱试一下。自己试，就两个和弦，你试。这个意思啊，然后就对，这个两个小节演示不错，下面就是说在下次上课之前，希望你就是把它连起来。但这首歌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刚才也听小丽唱了，这个唱部分实际上是有难度的，就这个词字也太多，这个旋律很长，这一句话就换气一定要适当啊。下面我们进行本节课的另外一个新内容啊，这个内容就是试唱。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你弹吉他的时候呢，看着和弦图示，看着六线谱，知道怎么伴奏。你唱的时候，如果这首歌你是熟悉的话呢，当然你会唱。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你会唱，可是歌词是建立在旋律线条上面的，而这个旋律线条呢，跟吉他这个伴奏的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吉他是伴奏的声部，人声演唱歌词的这个呢是主旋律的声部，所以在这里面有必要让大家，初学的朋友呢来了解一下旋律的线条，以后对于唱歌会有一些概念。因为我们在出吉他谱的时候呢，既有歌词，上面也有主旋律谱，而这个主旋律谱呢是用简谱来表示的。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整理的这个在那边整理的这个主旋律谱。然后呢，我们先熟悉唱这个主旋律的音符，而不是歌词。这个也叫做试唱。我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小丽她在伴奏的两小节的时候，我是可以用吉他弹主旋律的，因为这个我是知道旋律的音符是什么。就这个对于大家来学习音乐呢也比较重要。看一下这个上面的谱子，我打拍子看看你会不会唱啊。一二三四，小软软哆咪，小软软哆咪，那不要停，拉咪咪软发。有什么发不准？你这个时候其实这首歌你比较容易唱出来，是因为这首歌你熟悉，对不对？这首歌你熟悉，你会唱它，所以说主旋律可能你唱起来容易。但是呢，我们就从熟悉的歌开始学习这个试唱。再来，我们一起来。一二三四，嗦来来哆咪。So re re do mi la mi mi re fa la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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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do la。 这首歌呢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出现一个自然音阶以外的音是降拉。这个降拉在这个歌词呢，降拉的歌词对应的是谁？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你可以用吉他来试，你试唱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哪呢，当然这个前提是建立在弹 C 调，你要知道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在哪里，就是这个主旋律谱你一样可以用吉他来锻炼你熟悉这个吉他上面的音阶。So Re Re Do Mi So Re Re Do Mi La Mi Mi Re Fa， 有看这一句是 La Mi， 这下一个就是降了。如果你不降的话，就是谁都无可奈何，就很不好听。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这样的话，就这个音很好听。我们再试一下前面。
前面这四个小节，然后可以的话就往下再进行，到它也都可以啊。嗯，一、二、三、四。嗦来来哆咪，嗦来来哆咪，拉咪咪来发，拉咪咪来哆拉，嗦来来哆咪，嗦来来哆咪，拉咪咪来发，拉咪咪咪来哆拉拉咪。我这样唱我气都不够了，就是唱歌词也这样，啦啦咪咪哆哆啦啦嗦嗦软软西西嗦，就是这样西哆、对，往下进行。如果是试唱的话呢，实际上是需要在某些地方换一个气口，就在那个地方你需要提示自己换气，不然就不够用了。哦，嗯，有什么问题？嗯，没有。这个呢也算是一个作业。我们继续再看，等一下呢，这个乐谱，我们这个试唱的这个手写谱呢，也会在本节课的官网上面会出现。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三连音的部分，这个副歌呢是有三连音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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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是嗦发咪咪发嗦嗦发咪咪哆嗦发咪咪嗦嗦嗦发咪咪哆来，这样的这个三连音呢，就是嗦发咪在一个拍子里面平均出现这三个音，一二三四，嗦发咪咪发嗦嗦发咪咪哆嗦发咪咪发嗦嗦发咪咪哆来，是这样的。然后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来检查这个时长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也算是一种锻炼。在试唱你唱过以后呢，你再去唱歌词，这个是跟弹吉他是两件事情，就是我们是通过吉他通过唱歌来了解音乐，这个也很重要。你对于主旋律声部的这个试唱你掌握好了以后呢，对于以后学吉他或者学演奏曲目的时候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本节呢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龙卷风这首歌吗？就是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在弹其他歌的时候，就是一到弹唱就气儿就感觉倒不过来，然后这首歌估计更会。肯定的，肯定这首歌。之前唱也会，我感觉可能是就是吉他也不熟悉，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吉他不太熟悉，所以我弹得慢了，然后精力上然后拉长又老，对，有可能气儿就不够了。但是这首歌的话估计这首歌我建议你自己掌握这个唱的部分呢，换气的时候呢什么地方合理你在谱上面标上记号，打一个小对勾，这个呢也是简谱上面的换气的一个标记。比如说我们是唱歌或者是吹奏乐器，吹笛子，这个也都需要有气口的表示，就是说你把它记住什么地方换气合理，你在那地方你就做个换气标记，然后你就这样来练习，练熟了以后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呢这个音符的时值或者休止的时间很短，这个时候你需要快速的去换气，这个还是需要锻炼的。另外我还要再强调一下，也就是大家在官网上面有时候会问到这个弹和唱的配合，这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还是这个例子，就是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大家都学会了骑自行车，你骑自行车你可以唱歌，你可以去跟别人聊天，你不会去想自行车怎么骑才不会倒，对不对？因为他你已经很熟练这个技能了，就是弹吉他弹唱上面我要把弹的部分变成一种本能。因为这个伴奏毕竟不像是演奏的曲目带旋律线条的东西，伴奏呢作为给人声的一个衬托呢，它可以做成就是这种不难的东西呢可以是变成一种本能。当然呢这个是需要花些时间来练习的，就你把弹的部分伴奏的部分一定要练熟，然后你把精力再集中到唱上面，这样的话
就会好得多。啊，这首歌，现在讲一下这个顺序，从第二一二二三二四，从第25小节呢进入间奏，这个间奏啊跟前奏是一样的弹法，然后反复回到前面的过渡段，过渡段呢在第13小节，从过渡段再继续往下走，然后走到间奏的标有间奏的一房子部分呢，跳过一房子，直接进入到二房子的第29小节，然后一直到结束。到结尾的地方呢，做了一个稍稍渐慢的一个处理，后面的部分呢，还是弹的跟前奏基本上是一样的，最后面用一个用一个爬音来结束 ，C 六弦一个爬音来结束，或者你不爬音同时弹也行，这种爬音不是绝对的，跟大家讲，实际上就是同时弹出来的，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依次弹出来，就是听起来可能更好听一点。不是绝对的，你可以爬音，你可以不爬音。就这样呢，这首歌就结束了，稍稍有一点删减。对于弹唱来说呢，实际上这个编配呢是参照周杰伦的版本，但是在编配上面呢，我们吉他弹唱就是中间有一些缩减的部分。本节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了。那我们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拜拜。哎，太闹心了！就从那里遇到过九七，唱首歌，一步一个看。第七课。大家好，我是小姐坏了。回去自己去练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跟我或者打电话都行。打电话都行。不要去打电话不行吗？你不说那个？就是嘛，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可多可多特殊待遇，是人家该不学了，是人家这玩赖人，他玩太吓人了。